撩人的风光。有请第一位舞蹈生，下面由我们的罗一舟带给大家初舞台示范舞台，还挺轻。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，撩人的风光，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。哦，我要唱着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姑娘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，帅气。感觉好轻松啊，真的都不用喘口气，直接来吧，来个自我介绍。还是要喘一口气啊。我以为他还喘气呢，他说我以为他还喘气呢。大家好，后面的舞蹈生们你们好，我是元气森林舞蹈生的舞蹈生学长罗一舟，我是一名对舞蹈充满敬畏心和向往的舞蹈生。你们先坐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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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好运，你们被四川选手热情，有吓到。罗老师坐中间，罗老师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我坐旁边其实就可以。老师，你哪一年的？我是2000年的。他2000年的，这么小。摇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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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我刚才看到你滑了一下。对对对，会有一点。那你觉得你能够成为 A 角的候选人吗？能。理由呢？我觉得我做足了所有的准备，包括我平时的努力，我觉得我已经做到全力以赴了。如果我给我自己打分的话，我觉得我是可以的。我们需要商量一下。对，在我心里啊，他还不够，